你的车怎么啦？没电了。那你得到哪儿去啊？到通州。你可真行，一直没电了，怎么骑这么老远没电了呀？你看一下，插上试一下，因为我有一个多的，你要是能用，我可以把那个提出来给你。你不就在通州吗？待会儿再找你去，对不对？你在哪跑的？你是不是通州的？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。哪里？哪个区域？哪家的小巷？那个？我那啥，小巷不干了。那你是谁家的？你这个那怎么接着这单？你什么单呀？货拉拉的呀？对呀、啊。那你当时怎么想？货拉拉又不是配的。你这太大意了，你这推到什么时候去呀、啊、你插那个洞，你看看，你拧油门，你别撞着，你拧一下油门试试，可以吗？那你把那电瓶，我把这个、不是加你一下微信，不，你先把电瓶给我呀，咱们去前面去拿电瓶去。我现在坐的，我骑车给你拉到那儿去，我得去取那个电瓶。我来拿，我有俩电瓶，走，前面就有个柜子，我拿绳给你推过去，我给你拉到前面，没多远，我去提个电瓶给你用，骑，坐上去，能拉动你，走，准备好了吗？动了吗？动啊，能不能动？能，走。把握好平衡，走，你给点油，我有一个多的电瓶可以给你用，要不然你推到哪年去啊？推到天黑。OK， 非常的完美。加你一下微信。行，你扫吧。我怎么去扫钱去？稍等。我怎么去？到时候我送完联系你，到时候咱俩再看在哪碰面。行，走吧，拜拜、你走吧，你换完电瓶联系我啊，你来追我来。走了，又帮到人了，你看一下，就这些。得嘞，谢谢。3914，可以了，拜拜。我滴滴滴了。喂，你到哪啦？喂，没接呀，没半天，人家没接。杆不让抬。转，行吧？可以吧？这样离得近点，要不然那头是不是要绕圈呀？这样多方便呀，要不然我得走那么远。4465，可以了，走了啊，拜拜。要钻杆喽，我会下腰，一会儿哪个不是，下次一定，下次给你们来个下腰。今天没吃饭，状态不好，等我吃饱啊，跟你们来个下腰。这次来个横叉吧。你们现在小巷多少钱一单呀？便宜，6块啊，4块，那太黑心了。那干它干嘛？干个别的呀？干什么去啊？准备？干兼职去。干兼职去？兼职6块钱一单。我昨天看哪呀？7000，7000不行，7000不行，7000要自己打包。要自己打包啊，那够麻烦的。走了啊，拜拜。啊，4块钱一单，我最早我就记得就碰着一个小哥，他说他4块。1247，好嘞，谢谢，可以了，拜拜。来，你怎么这么胖胖？来，不要这么高了啊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可以抱抱你不？抱抱。他这个好像不让上去，这快递和外卖都放楼下呢，不让进。行，可以了啊，是一个红色非常耀眼的一个，您一看就能看着大的。好。哎，拜拜。一拉二取三手握，一拉二取。什么东西？这里面不好意思，这不能进。取件呀？必须要买门票。多少钱呀？38。然后里边随便吃啊？不是，里边还要单独付费。好。学小朋友说话，那俩人直瞅我。对，您在软件上。拜拜。哎呀，咱们去哪买点好吃吃？美好的一天这么快又要结束啦！我打算以好吃吃结束，走，咱们去逛逛去。哎呦，这是开了个蛋糕店吗？